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五十四宣布，新增加94,808例本土病例，343例重症病，其中156人死亡，三峰书记农村路单日改新高。指挥中心五十四宣布，中央初级到30期间，领导六岁改新家长先拿金木卡，免费一块七十秒级改蔬菜，两五门家长快吃。就算买个头几轮改新秒级，没事得量，不过忙六岁改新年是不得中。指挥中心先前宣布，新年25天起，外出下三门几秒，将三门疫情先封。地下停电部分场所防疫管制措施不用，教育部体育处公告，24天起，门住下第三门的民众，三门疫情先封。不过，传统街下爱穿长带的拽 M。国内新冠病毒疫情已到高年期，指挥官陈时中讲，高年期可能维持至到明年。有专家警告，高年期可能本死亡人数持续增加。那么台湾的百家疫情死亡人数可能会有一般概念。估计政府会针对高增加高病假同抢救急救出面加加重用。行政院长苏贞昌五十七日到新北市中桥区视察社区疫情防治工作事务流程整体规划，每套视察前宣布会对本地提供政府的负担，下礼拜开始可增加3000人申请居家隔离单。